今天我们将用科学的角度探索突发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根据 CNN 美国有线电视网最新消息，3月26日晚，一起令人心痛的悲剧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985英尺长集装箱船大礼号在驶进这个东海岸主要港口时突然失去动力，失去对船只的控制。尽管船员已向当局发出求救信号，但大礼号仍然撞上了横跨帕塔普斯科河的著名法兰西斯斯科特基大桥的关键支撑桥塔部分，导致这座长达近11英里的大桥部分坍塌。据当地政府和救援人员透露，当时有6名工人正在桥上进行日常维护工作，在桥塌瞬间，他们被厚重的钢铁水泥所淹没，坠入冰冷的河水中。在漫长的搜寻过程中，另有2名工人获救，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但遗憾的是，那6名失踪工人至今下落不明，海岸警卫队和警方基于水温和搜索时间，都认为他们已经遇难，将于次日继续打捞尸体。令人痛心的是，在那6名失踪且据信遇难的工人中，包括了几名移民家长。根据为当地移民社区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披露，至少有米格尔、卢娜一名来自萨尔瓦多的移民父亲，他留下3个年幼的孩子，还有梅诺、亚希尔、苏亚索、桑多瓦尔一名洪都拉斯父亲，他的2个孩子分别年仅18岁和5岁。另外还有2名瓜地马拉公民和一些墨西哥公民工人，具体人数有待进一步确认。这起震惊全美的重大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大礼号这艘集装箱船的情况。这艘由新加坡公司格雷斯海洋投资公司运营的船，自2015年服役以来，已在全球港口检查了27次。尽管去年6月在智利港口被发现加热系统压力表读数存在问题，被要求整改后才允许离港，但总体而言，它的档案记录并不差。不过也有一次重大事故，就是在2016年，这艘船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口时撞上了一堵石墙，船体受损严重，被判定损害适航性。那么，这一次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惨重的事故呢？从初步调查来看，在大礼号撞上桥梁前的几分钟，船上的发动机和电力系统就完全停电了，这是导致它失控的直接原因。而根据现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艘超大型货船撞击了桥体最为关键、最易破坏的部分——桥塔部分，造成了桥梁的部分垮塌。有专家指出，如果桥墩周围设置了足够坚固的防撞装置，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一悲剧发生的。谢谢您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我们每天更新。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全面调查这起事故，海岸警卫队也在检查船上是否载有危险品，防止进一步的环境污染。从船东 Synergy Marine 公司的说法来看，这艘集装箱船搭载了约4700个货柜，数量远超过它的正常载重量。这起空前严重的港口事故给巴尔的摩乃至整个东北航运带来了巨大冲击。巴尔的摩港口目前被迫关闭，已有约24艘船滞留其中，另有20余艘船只正在等待进港。作为美国最大的汽车进口港和主要的煤炭出口港之一，这种长时间中断必将给整个供应链带来阻塞。美国总统拜登对此事件高度重视，他表示预计联邦政府将全额资助这座大桥的重建工作，同时呼吁国会拨付资金，因为修复工程将持续时间较长，费用高昂。毕竟这座横跨 1.6 英里帕塔普斯科河的大桥历时5年才于1977年完工，到2023年的单日往返车流量就高达31万辆次。这起重大事故震惊全美，不仅波及众多无辜民众家庭，更让人质疑港口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漏洞。在查清事故全部原因和责任心之前，大家都在期待着政府有效整改，避免悲剧重演。在人类建筑史上，桥梁作为连接两地、贯通交通的关键设施，其安全性和完整性关乎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曾多次发生过桥梁倒塌或严重损毁的惨剧，给当地乃至更大范围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影响。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1876年在英格兰滇恩河畔的诺斯瓦莱斯发生了一起备受瞩目的桥梁垮塌事件。当时一座新落成不久的铁路桥上正停着一列装满乘客的列车，结果桥梁突然发生断裂，整个列车及人员全部坠入河中，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悲剧。这被认为是19世纪铁路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故，促使当局对基础建设品质提出了更高标准，并成为后世借鉴的教训。进入20世纪后，人类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有了长足进步，但相应的也出现了更多导致桥梁倒塌的新原因。1940年3月16日，在美国西雅图市，一艘失控的货船撞向了著名的乔治华盛顿纪念桥，直接造成桥梁中部一个桥墩受损摊劈，桥面下陷长达40英尺，对该市的交通造成了重创，同时也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即船只撞击是导致桥梁倒塌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进入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桥梁倒塌事故并未止步，反而由于基建热潮，使得事故频率和破坏程度都在上升。1958年，加拿大鹅湖的第二华铁路纪念桥在兴建过程中突然全线垮塌，导致该地区交通陷入长期瘫痪，工程重建耗费巨资。更为人熟知的是1967年发生在美国的银江河桥垮塌事故，这座新建不久的钢梁吊桥在通车仅一年多后就发生断裂，导致交通受阻数月，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基建品质和监管的质疑。进入70年代，由于新材料和新工艺的运用，桥梁事故类型也产生了新的变化。1970年6月28日，澳大利亚西境大桥在刚建成不久就发生了垮塌，原因是受热膨胀导致桥面皲裂，存在严重的结构缺陷，对整个悉尼地区的交通造成了长达数月的阻塞。类似的材料缺陷在1983年又造成了美国康涅狄格州明尼特曼大桥的垮塌，不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更凸显了基建监管的重要性。进入新世纪后，人们以为有了先进的工程技术和管理经验，桥梁事故应该会减少，但现实远非如此。2007年8月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第35号西路桥在上午高峰时段突然倒塌，导致数十辆汽车和行人坠落，对当地交通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影响持续多年。调查发现，原因在于桥梁关键支撑因长期使用、维护不善而生锈破损所致，从侧面再次说明了定期检修和预防性维护的重要性。令人震惊的是，即使在现代社会，大桥坍塌事故依旧时有发生。2018年3月15日，著名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立交桥在刚架设完工不到一周就突然垮塌，压垮了正在路口等红绿灯的几辆汽车，给当地居民的正常出行带来严重困扰。事后调查发现，这座全新的混凝土桥梁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包括钢筋布置不当等，导致结构无法承受自身重量，彻底失去了作为交通枢纽的功能。除了上述大规模的桥梁垮塌事故，历史上还曾发生过多起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导致的桥梁损毁事件，其破坏力同样惊人。比如2004年的海啸袭击印度洋沿岸诸国时，巴厘岛著名的海上悬索大桥被巨浪彻底冲毁。2015年发生在巴基斯坦的热武装分子炸毁卡拉大桥事件，更是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2022年9月，当韩国遭受罕见热带风暴新方侵袭时，釜山的著名大桥更是一度被迫全面封闭，防止发生倒塌等严重后果。这些惨痛的教训昭示我们，无论是在设计、施工、材料选择，还是日常的维护、检修和自然灾害应对等各个环节，都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提高标准，加强监管。否则一旦重蹈覆辙，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是难以避免的。人类在征服大自然，克服重重技术难题之后，终于能够修建跨越海峡、江河的巨型大桥，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然而，这一切辉煌背后，也铸就了我们对于安全这一宝贵品质的渴望和追求。唯有时时警惕，不断改进，切实提高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我们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杜绝桥梁倒塌等重大事故的发生，
避免再次经历那些惨痛的教训，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那么，这些重大桥梁事故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最为常见的原因是设计和施工中的严重缺陷。由于桥梁工程存在着诸多的复杂环节，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严重后果。比如在设计阶段，如果对桥梁所处环境的气候、地质条件、预期负荷等评估不当，就可能导致整个结构设计存在根本性缺陷。举例来说，2018年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立交桥垮塌事故的肇因就在于混凝土桥面的设计中存在钢筋布置不当等重大问题，使得桥梁无法承受自身重量。同理，即使设计没有大错，在后续的施工环节中也常常会由于操作失误或不遵守规范而导致品质问题，进而影响桥梁的整体性能。其次，材料缺陷也是造成桥梁事故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还是采用新型材料的现代化桥梁，一旦所用材料存在问题，都可能埋下重大安全隐患。比如1983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明尼特曼大桥的垮塌事故，就是由于采购的钢材含硫量过高导致脆性开裂所致。又如1970年澳大利亚西境大桥垮塌一事，根源在于混凝土养护不当导致龟裂开裂。因此，在桥梁建设中，对于原材料的把控和工艺流程的严格监管至关重要。第三个原因则来自于日常维护和检修工作的疏忽。尽管桥梁在设计和建造阶段做足了功课，可是一旦投入使用后，必然会面临自然风化、超载、撞击等诸多因素的侵蚀。如果定期检修和维护工作流于形式，长此以往必将酿成鼠灾。除了上述人为因素外，一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也常常会成为导火索，造成桥梁被严重破坏。比如海啸、洪水等极端水文灾害就曾多次导致桥梁被冲垮，地震等地质灾害同样会严重影响桥梁的结构稳定性。一些罕见的极端天气如热带风暴、龙卷风等也时有造成桥梁损毁的报告。面对这些不可预料的自然灾害，做好风险评估和应急准备就显得尤为重要。另外，还有一些桥梁事故则是由人为破坏所致，有些是恐怖分子或武装人员针对桥梁实施的爆破袭击，如2015年巴基斯坦卡拉大桥被人为炸毁；有些则是船舶等其他运输工具失控撞击所导致，如1940年西雅图的乔治华盛顿纪念桥就是遭到一艘失控货船的撞击而部分坍塌。可见，对重要桥梁而言，制定周全的安全防范措施同样很有必要。总的来说，导致桥梁事故的原因错综复杂，包括设计施工缺陷、材料品质问题、日常维护疏失、不可抗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破坏行为等，防范于未然都是重中之重。无疑，修建一座安全可靠的大桥需要从方方面面把关，对设计、施工、材料选用、检修维护、灾害预防和安全管控等各个环节的品质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唯有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过去的惨剧为我们铺垫了无数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改革创新，运用更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管理理念，努力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可靠、行车顺畅的交通环境，减少事故风险，保障广大民众的出行安全。桥梁作为连接两地、贯通交通的关键基础设施，其安全性和完整性关乎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然而，桥梁与航道及船只航行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果处理不当，极易酿成重大安全事故。比如1940年西雅图市发生的乔治华盛顿纪念桥被失控货船撞毁事件，就是由于船舶航行安全管控疏漏而导致惨剧发生。因此，针对桥梁、航道和船只航行之间的关系，建立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管理机制，对于保护桥梁安全、确保社会有序运转至关重要。那么，具体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呢？让我们详细分析一下。首先，在桥梁设计和选址阶段，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与航道及船舶航行的协调问题。一方面，要对桥址所处水域的环境条件、
水文气象状况、船舶通行密集程度等进行全面评估，科学选择建桥位置，尽量避开主航道，远离渡口、码头等港口设施。如果难以规避，那么在桥梁设计时就需预留足够的净空高度和宽度，确保各类船舶能够安全通过。另一方面，针对桥梁上部结构的整体布局，也要合理安排主跨位置，将桥墩、桥塔等关键部位尽可能远离主航道的设置。此外，还应在桥址附近设置减速带、警示设施等，提醒船员注意减速、谨慎驾驶。总之，做好前期评估，科学选址，优化结构布局，可以最大限度消除桥梁设计对船舶通航的影响。其次，在桥梁施工阶段，也要制定相应的航行管控措施，避免发生碰撞等安全事故。由于施工期间，桥址往往会临时占用部分水域，阻碍船只通行，因此对于大型工程，施工单位必须提前对外公布航行受阻的时间和范围，并及时更新相关资讯。同时，在工地周边设置了明确的标识、导航灯、浮标等引导设施，并加派工作船只维持24小时值守，确保其他船舶能够及时发现绕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可以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在施工区域附近暂时禁止船只通行，以最大程度消除风险隐患。桥梁竣工投用后，则需要政府、航运、交通等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建立长效的综合管理机制。首先，针对航道本身，有关部门必须制定具体的航行规范和程式，如限定船舶的航速、吨位、遵守哪一次航行的原则等，从根本上降低船舶与桥梁发生碰撞的风险。同时，还应定期对航道进行清理整治，保持水域的畅通，消除淤积等隐患。对于主要的过桥航段，则可以设置领航员导引或安排拖船牵引的方式，确保安全通过。其次，对船舶本身的管理也不可松懈。一方面，要加强船员的培训和考核，提高驾驶技能和安全意识，坚决杜绝劳累、酗酒等状况下的驾船行为。另一方面，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对船舶自身的船龄、设备配备等都做出明确规定，淘汰老旧、残缺的渡船，确保船只自身处于良好状态。还可以运用科技手段，如强制安装航行资料记录仪、及时监控系统等，以便于事后追查原因，确定责任人。再次，针对桥梁本身的管理，同样少不了一系列配套措施。桥梁运营单位有责任制定详细的维护保养计划，对桥梁的关键部位定期检查、修缮，避免出现老化、损坏而失修导致意外。配合之前对船只的管控，在桥梁两侧设置减速带、限高杆、警示标识等引导设施，为船只提供足够的反应时间。如果航道和桥梁的距离较近，还可在桥梁上加装充气式防撞设施，确保一旦发生碰撞，也能将破坏程度降到最低。最后，各地政府还应在立法层面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源头上规范桥梁、航道和船只航行的关系，明确界定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完善相关准入制度和处罚措施。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查处违规违章行为，维护航运秩序。此外，政府还可以制定应急回应预案，一旦发生重大事故，能够迅速果断地采取交通管制、救援行动等措施，将损失降到最低。综合以上分析可见，要实现桥梁、航道和船只航行的有序管理，需要多部门的通力合作。从事前的风险评估、科学选址设计，到施工期的航行管控，再到投运后的航道规范、船舶管理、桥梁维护保养、执法监管以及应急回应等，都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关键环节。唯有建立完善的长效管理机制，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方能最大限度地化解风险，保护好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桥梁安全，努力避免悲剧重演，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正拥有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手段，可以为桥梁安全保驾护航。
那么，这些新科技到底是什么呢？它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首先，在桥梁设计和建造环节，电脑辅助工程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望从根本上提高桥梁的安全性。传统的桥梁设计过程中，工程师们往往需要依赖大量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资料，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如今，借助强大的电脑建模能力，我们不但可以提前模拟各种极端工况下的应力分布和变形情况，而且能充分考虑复杂的环境和外部因素，从而在设计之初就最大限度排除潜在隐患。同时，电脑技术的进步也为工程施工带来了新的机遇。以 3D 列印建造技术为例，我们不但可以利用电脑软体对桥梁结构进行精准设计，更可以通过特殊的 3D 列印设备将这些数位化模型一次性列印成型，大幅提高了施工精度，缩短工期。而在传统的施工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运用无人机、机器人等新型设备辅助完成一些高空作业，减少人力操作的风险。其次，各种新型检测、监测手段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更精准、更及时地掌握桥梁的即时状况。以无人机为例，通过搭载高解析度相机、红外热像仪等感测器，可以对桥梁的混凝土裂缝、钢筋锈蚀、位移变形等问题进行精细检测，并将资料及时回馈给工程师。此外，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感测器阵列也可以无缝部署在关键部位，对桥梁的应力、温度、湿度等参数进行动态监控，一旦发现异常及时报警，从而避免安全隐患的进一步扩大。再者，人工智慧技术在桥梁运维管理中的应用前景也是十分广阔的。工程师们可以基于大资料分析和机器学习演算法，构建桥梁结构完整性的数位孪生模型，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训练，从而对桥梁的使用寿命、维修保养周期等进行精准预测。同时，借助智慧化诊断系统和专家决策支援，桥梁管理者也能更高效地制定出恰当的维护策略，及时发现隐患，规避风险。再次，以区块链等分散式账本技术为代表的全新资讯系统，未来也将为桥梁全生命周期管理带来革命性变革。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我们可以构建一个集中的桥梁资料库，分门别类地存储每座桥梁从设计、建造到运维的全过程资讯，确保资讯透明、追溯性强。与此同时，分散式账本技术还意味着这些资料由多个节点分散存储和维护，极大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此外，一些新型结构形式和材料也将进一步增强桥梁的整体安全性能。比如，应用形状记忆合金作为智慧化钢筋，可以赋予混凝土结构自我修复、自我调整的能力，有效延长使用寿命。再如，采用碳纤维等先进复合材料取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则能提高抗压抗弯性能，增加桥梁的承载能力。甚至在理论层面，科学家们还在研究利用纳米技术编织超强力分子结构，未来或将彻底颠覆桥梁结构的设计概念。最后，与桥梁安全息息相关的另一个领域是灾害预警和应急救援系统。借助遥感、气象等手段，我们能够提前获取暴雨、地震、海啸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资讯，并结合大资料分析，对其对桥梁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控制交通流量，疏散人群，并指导专业救援队伍快速开展抢修工作。在此过程中， 5G 通信、无人机、AR 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的应用，都将为救援行动提供更高效、更精准的支援手段。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今社会科技突飞猛进，智慧化、数位化、自动化等前沿技术的叠加创新，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着桥梁工程的全生命周期。我们不但可以利用人工智慧优化设计，运用 3D 列印等提高施工品质，还能借助物联网、无人机等精准监测桥梁状态，制定更科学的维护策略，一旦发生意外也能快速反应，高效救援。可以说，这些新科技为保障桥梁安全这一长期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途径，必将极大改善传统工程管理模式下的种种弊端。但需要注意的是，
单一技术无法彻底根治，唯有各种手段相互借力，整体发挥协同效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新一代科技在桥梁工程中的革命性作用，将其潜力充分释放，真正建造出更安全、更经久、更智慧的桥梁工程。谢谢你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我们将会每天更新世界各地最新新闻，持续用科学的角度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